这个同仁堂啊，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您好比甩手就在旁，药王爷就在当中坐，十大名医列两堂啊，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，你是药爷的大徒弟。哎，药王爷本姓孙，急忙跨虎手捻着针，内科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华佗高32岁保唐朝啊，正宫的国母得了病，他走线好多治好料，一针治好男人的病，两针扎好了龙一脚，万岁一见龙欣喜，传旨是封他在当朝啊，封他的文官他不要，封他的武将他不投摇，万般出在了无忌奈，这才是亲自纳黄袍。在一旁怒恼哪一位呀、啊？怒恼了靖北老阴头，威胁我三党七杀南征北战，挂我龙天功劳大，我主万岁瞧不着啊！瞧小了先生治好娘娘的病，我主亲自纳黄袍，得着为民臣不要，黄袍事情我不饶。哎，老靖北越说越恼越有气，手持着钢鞭赶黄袍，一赶赶到了八里桥，药王爷要马刀，脱下了黄袍换红袍，紫黄袍换上了药王袍，黎民多幸，开打相超啊！您老这个买卖有蓝贵，您老这个蓝贵三尺三寸三寸高，这边摆着炸药碾，那边。您了先尝，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，然后炸金狼玉麝香，桃仁陪着杏仁碎，二人惨到谁相传，睡到了丹阳郊白夜胆大的木雷赵锦强，到了水银武士两个金毛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信，人参这才坐大堂，佛手抄起